马英九与立委候选人郑天才、王庭生的车队抵达了花莲县德武里的林雅部落，有支持者放鞭炮迎接，并且高喊动算。马英九在宣传车上与支持者一一的握手，其中有人特别要赠送马英九情人带，但第一时间车队并没有停下来。在选民追上来要求之下，随护人员发现民众的心意，车队才停下来。马英九并接收了情人带。我送给马总统情人带，他接受了，谢谢。马英九车队来到了花莲县拜票，沿着台九线受到了支持者的欢迎。车队行进的原住民部落更是热情高喊动算。记者法务花莲玉里采访报道。